本来呢今天是520，然后我刚才跟何安丹说你能不能买束花送给我，他说好啊，但是我刚才就有这个想法，然后我们俩正准备去商场挑的时候，我意识到我自己没有戴口罩，然后呢现场马上也要请我去拍了，所以我就说那你挑吧，我相信你的眼光，然后他就去了，我现在在等他回来，让我们拭目以待何寒丹会送我什么样的花。他怎么还不回来，你挑花挑这么久啊？ If you manage like that 花里快乐，我给你买的花我亲自挑选的，你喜欢吗？我说怎么回来这么慢呢？在有限的条件下，哎呦，可以吗？我写了卡片呢。哎呦，你写的什么？来来来，我瞅瞅。你笑的，妆下巴都出来了。哈哈哈哈！不要用这么奇怪的语气好不好？算了算了，别念了。也比不上你这一朵美丽又灿烂，好羞耻啊！谢谢你哦，还可以吧？我不报销的。你怎么能把我说成这种人呢？没关系，早上给我发红包购买了。喜欢吗？那我对你有点爱。哎呦，多好看！喜欢死了！我也是，我也是收到红包的人。在你的，为什么这么兴奋？没有，今天还有收到一束。粉丝送的。好歹有花可以收啊，是不是没那么心酸了？谢谢你，你也收到吗？感恩感恩感恩，回去把它养起来。爱你啊！不要。